池塘边的榕树上，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。操场边的秋千上，只有那蝴蝶停在上面。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，等待着下课，等待着放学，等待可惜的童年。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，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。表弟做这么好，会有人给你点赞吗？会有的。哎，你做好了。好啊，会给守夜员点赞吗？